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啊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耶稣。帮助我们放下重担烦恼，帮助我们放下。耶稣，欢迎你，欢迎耶稣，欢迎耶稣，求神的平安来到我们身上，求神的平安来到我们身上，释放我们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耶稣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神你真美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主耶稣。爱我，主耶稣，爱我，闭上眼睛，主耶稣，爱我，圣经上告诉我，主耶稣，爱我。赞美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你继续闭上眼睛啊！你留意一下，在祷告的时候，有没有谁感受平安啊、轻松啊、舒服来到你身上？有没有的？请你举手，可不可以形容你的经历呢？可不可以？你形容一下，形容一下，闭上眼睛啊，继续。形容一下的你的内心的感受经历。我感受着神，然后抚摸着我，感受着神能够让我在他的里面有安稳有平安。我觉得真的是神能够带给我信心和盼望，使我能够真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力量。然后我觉得心里轻松，有身体舒服，有没有轻飘飘的，轻飘飘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就是圣灵带来的，可以感受到的。有谁还有谁感受到一种平安、轻松、舒服、轻飘飘的感受？有没有谁啊？可以说出来，就是鼓励你们，就是鼓励你们，让你们知道神是可以经历的。好了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主啊，请啊，你想，就是想，可以说出来哈。在这个老师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着我的心，闭上眼睛说，我的心，完全的放下心中的一切的重担和忧虑，是那样的，美好，好像感觉着轻松的好感觉一样。是的，感谢主，神是可以经历的，你们多祷告，越来越经历的。好了，好了，请坐啊，请坐。我的肩会舒服一点。很舒服哈。感谢天父。哦，现在就舒服了，刚才的骨吐出来，是不是？现在是不是觉得这里舒服哈？
这个是神的灵带来的医治，祝福你啊，祝福你。谢谢你们多爱慕神，越来越多。